下边我这节目，各位擦亮你们的眼睛看一看，由我们一位文化组织员精挑细选的特别特别养眼的节目。我们这儿每天可都得早晨6点钟就得上地里边来，一天300斤任务，忙忙乎乎的，每天都这样。我又是厨师，又是服务员，又是点菜的。平常日子闲的时候还上地里薅菜园，家里边还有那个果树园子在山上边呢。我天天都在家哄孩子做饭，爸妈岁数大了伺候老人，然后有功夫就上山摘点杏，早晨4点多钟就得起来，然后5点走，摘到8、9点，下午坐那剥杏核。姐，这个猪户给我们用用吧。125，126，差不多了吧。您这有过期的报纸吗？这儿有一摞。哦，太好了。这又是收报纸，又是收桌布，用这些废品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来，掌声有请我的仙女们。队长中间请，美丽的队长怎么称呼？我是延庆执教中心的黄俊平黄老师。介绍介绍咱们这支队伍。我们这支队伍是来自延庆县八达岭镇群众文化组织员文艺中专班的队伍。都是文化组织员。对。哎，文艺中专班，我听说现在好像第一届吧，这班要毕业了是吗？对对对。然后还给个中专文凭。对。这在全国都是创举的。黄老师，您给毕老师说一说我们这衣服是怎么来的。我们这都是从办公室收集来的材料，然后垃圾桶里淘来的材料。总之是比如说我穿着的这个一次性杯子，咱们平常生活中常用，然后这些都是我们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废旧物品。黄老师，我们把收集来做成。你们文化组织员要把延庆的这样一个环保理念通过这样一个走秀的方式表现出来是吧？对。而且这个衣服我说没花钱呢，不光是我们收集一些这个废旧的用品，同时呢还是他们自己来亲手裁剪呀制作完成的。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比如说其他的这些服装。好，右边大家看这个，没什么，好像这么灰沙吗？很漂亮，也很华丽。对啊，这都是我们从那个饭店里撤下来的餐桌布，然后还有一些白色垃圾袋拧成的花，然后做成的。婚纱新娘子就缺一个新郎。哎呦，我觉得这太省钱了，朋友们，这还买什么婚纱呀？看，在我左手，这个是咱们的专业老师李老师。我一看着李老师这套衣服，您不担心大家把你给吃了？我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学员都跟我说：“李老师，我好饿呀！”一闻到都是方便面味儿，全是方便面袋儿啊，各种材料做的大花儿啊，做的这个褶儿哈，哟，这全都是废旧的报纸、皱纹纸啊，皱纹纸。对，是的。大姐，您在家干什么活啊？在家
摘杏，农活什么都干。哎，说实话，看到现在这么时尚、这么充满阳光、这么漂亮的模特，我真的难以想象，他们真是在农地里干活、上山摘杏、卖杏核的普通的农民。这节目确实不错，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兄弟们来。你觉得还有必要再投吗？我觉得没必要，因为这一关我们模特走秀肯定是胜出了。哎呀，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们要不投一下，确实也难见分晓。对，这小伙子们，你们有信心咱们获胜吗？好，现场的朋友们，好，准备，来，为我们东部单车队的小伙子们，掌声，呐喊声。100吨贝，为咱们本土的我们的环保模特走秀的美女们来欢呼声、呐喊声。101，哇！在这一轮当中，我们本土的环保模特走秀胜出。好，先掌声送给我们的模特走秀和我们的单车极限的小伙子们，谢谢。